好，我们大家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贤友，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在这一期这一次的禅修营里面，我们将会利用晚上的时间一起来学习阿毗达摩，学习阿毗达摩，把整个阿毗达摩的概要精要把它讲完，需要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求这一次参加禅修营的禅修者最好能够全程参加，就是这样的目的，因为如此可以把整个阿毗达摩完整的听完、学完和掌握。作为阿毗达摩对于佛教徒来说呢，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说到熟悉，是因为我们说到的三藏，一讲到三藏，你们的论藏就是阿毗达摩。佛教的经典离不开三藏，其中的论藏就是阿毗达摩。而讲到要说清楚阿毗达摩，能够真的了解，或者说阿毗达摩到底讲的是什么，那我想作为在座那么多学佛的人，只要能够很完整的、很清晰的解释什么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讲的是什么，那我想应该也不算很多。同时呢，我们也不要被阿毗达摩所吓到。可能我们在接触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阿毗达摩首先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很繁琐。很多的名相，是不是？也许我们可以说是这么样，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了解了阿毗达摩之后，我们将会清楚，其实阿毗达摩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艰难，那么晦涩。当然，如果我们对阿毗达摩有一些感觉好像很繁琐的印象，也许跟说一切有故，就是小乘的论藏，也许有关系。在北印度，在加斯米罗国，当时就在佛灭400到500年，那个时候呢，就那里就形成了说一切有故沙瓦斯蒂瓦丁，那里呢就形成了很发达的阿毗达摩学。那些阿毗达摩师们在中国的古籍里面就称为毗昙师，他们研究的阿毗达摩，我们真的可以说是很繁琐的。在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一共有七部论，称为一生六足。一生论就是发智论，六足论就是集门足论、法运足论、施事足论、戒身足论、戒身足论等，所称为一生六足。然后在加斯密加王的时候，当时又举行了北传佛教的第四次结集，那就对三藏又进行了注解，其中对以阿毗达摩，就是说一切无阿毗达摩的发智论所注的注解，就称为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这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翻译为中文就200卷，是唐玄奘玄奘大师翻译的。那后来呢，当说一切有部他们把阿毗达摩的论跟注已经发挥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固守成见，就变成是很固执、很死板的研究阿毗达摩。他们就把阿毗达摩跟阿毗达摩论跟注解就用铜碟刻起来，要封存起来，不给外面的人学。
所以到了大概佛灭800年左右，就世亲尊子婆树盘豆出世，他就从前陀罗那里就去偷学，跟误入一位误入尊子偷学阿毗达摩，偷学了4年，后来就给他的老师误入知道了之后呢，他就回世亲尊者就回到了前陀罗，就每天都跟他的弟子讲阿毗达摩毗婆沙论，然后就每天把他讲的就造了一首偈颂，一共造了600首偈颂，称为俱释论的本颂。那当本颂流传到迦斯弥罗国的时候呢，当时很多的那些有部的学者跟毗昙师就认为这个是在弘扬有部论点的，他们就争相去讲。但后来当世亲尊者一旦把居士的本颂造成论，造成释论之后呢，就造成了8000颂的释论。在那部释论里面就引用了金部等部派的邪说，驳斥反驳了有部的邪说。那个时候有部的那些论师们才大呼上当，其实这一篇论他是批评我们的，我们反而以为他是在弘扬。后来就有个叫众贤桑卡巴德拉，他就写了一部叫做顺正理论，又驳斥了俱释论。这一部顺正理论呢，他是站在有部正统的邪的立场再去驳斥俱释论的。但由于他写的太多，后来他又再把它写成解本精要本，就称为阿毗达摩显宗论。那这些是说一些有部的论。后来呢，说一些有部就又影响到了大乘佛教的一切行派。在印度的大乘佛教只有2大派，一个是中观派，一个是一切行派。其中一切行派就受有部的影响很多，因此玄奘大师他到了印度去学习一切行派，跟在南烂陀跟戒贤希腊巴德拉学习一切行派的时候呢，他之前就在北印度里打了很扎实的说一些有部的阿毗达摩的论。那我们如果是接触了北传小乘的论，就是说一些有部的论，我们会发现到很明显的辩论的风气，就是思辨性很强，辩论性也很强，批判性也很强。这跟印度的学风有关。例如如果是学中观的人，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中国或印度还是台湾哪里的话，只要学中观他的批判性一定很强，是不是？学一切行派也是批判性很强，学小乘的说一切有部批判性也很强。为什么？这个是跟印度的学风有关。如果你不去变，你不能够在印度的学界佛学界里面立足。正是因为这么样，所以在印度佛教发展得很发达的英明邪，这一模块就是北传的论点，后来又经过被一切行派吸收，然后呢就形成了北传一套体系的论点。但是在南传这一套体系呢，我们会发现到上座部佛教没有英明，是不是？大家在座这些比丘们有没有听过上座部佛教有英明的？没有。而且当我们去上座部佛教去参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无论你去到哪里地方，他们辩论都没有什么辩论的。阿毗达摩是拿来用的，阿毗达摩是拿来修的。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子就给学阿毗达摩吓坏了，认为说啊，学阿毗达摩了我们的心就会感觉到很复杂，我们心会批判性很强。不会，当我们学的阿毗达摩，我们会对佛教有很清晰的了解，有很系统的了解，而不是拿来批判，不是拿来批评，不是拿来看别人的是非。虽然阿毗达摩有很明辨很清晰地指出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我们了解看清楚世间，看清楚佛法的真相。
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怕阿毗达摩啊，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想要学好阿毗达摩啊，也不要怕，不要认为说阿毗达摩很难学。我们可以说，上座部佛教的阿毗达摩，他讲来讲去离不开我们的身心，离不开修行。信不信由你，但是确实，因为阿毗达摩讲的都不外乎是色法、心法、心所法。如果是对修行来说，最终的目标是涅槃，但是涅槃讨论的很少。为什么？这些属于形而上的东西。阿毗达摩是要叫我们落实到我们自己的身心，再落实到修行上的。当我们在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阿毗达摩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身心、跟我们的世界息息相关。要学习阿毗达摩，我们可以说啊，大家不用去看论点啊，大家也不用去一定要去背那些名相，也不用去，甚至说有些人看叶君居士翻译的《是阿毗达摩义论》，看越看越糊涂。再去看比库伯迪菩提长老编写的阿毗达摩阿毗达摩概要精解，其实这本书并不难，但是有些人还是看不懂。那在这里呢，我就跟大家说，如果你要学好阿毗达摩，我只要求大家做两个要求。第一，你每次都来听课。第二，你在听课的时候，你可以做好笔记，认真听。只是做好这两点，那我就可以说，当你过完了这两个月，也就是到六月份我们的禅修营结束，我们的阿毗达摩课程结束的时候，你将会发现，其实你已经掌握了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并不难学啊，所以不要吓跑。但只要就是你要每次都来听课。而且听课的时候，如果你少了一节课，缺了一节课，你在听的时候，有时候你就会接不上，因为阿毗达摩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很严密的系统。如果我们听了前面，然后不听后面，或者听了后面没有听前面，那你会觉得有些接不上。毕竟阿毗达摩是息息相关的，环环相扣的。同时呢，要认真，你可以做好笔记。如果你能够做好笔记，你不用看书都可以。是正面的，所以不要给阿毗达摩吓坏了。好，那么我们在进入课程之前就先讲这些，就是说先给大家做个心理准备。要如果想要学习阿毗达摩呢，经常参加跟做好笔记。对，有一些名相，我们可以说阿毗达摩确实很多名相，但这些名相并不难理解。因为一旦我们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几乎阿毗达摩所讲的那些所谓的名相，都是我们经常发生的，都是在我们自己对身心我们每天都碰到的。你就讲到的52种心所，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有这52个心所。有些心啊，我们你说欲界心，我们经常升起的就是这12个欲界，这12个不善心跟8种善心，还有眼耳鼻舌身啊，这些心，这些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跟生活联系起来，跟修行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阿毗达摩拿来用的，不是拿来说，不是拿去辩的，不是拿来辩论的。好，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了阿毗达摩的课程学习。我相信在座都是佛陀的弟子，都是佛教徒，对于佛教我们是再熟悉不过的。自从我们接触到佛教那一天，我们可以说就跟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到底是什么是佛教呢？对于佛教现在有很多的定义。有人说佛教是宗教，好像在20-30年前，人家一提到佛教就会想到什么封建迷信，是不是？但现在好了，
然后呢，在十多二十年前，叫布拉提出佛教是文化，又有人说佛教是科学，有人说佛教是哲学，在十多年前啊，又有人说佛教是气功，现最近又有人说佛教是佛陀的教育。那到底佛教是什么呢？我们从它的词源来讲，佛教巴利语的 Buddha Sasana， Buddha 是佛陀，不要读成 Buddha， 那个是错误的读，因为我们不能够，我们应该按巴利来读，而不应该按照英文来读，是 Buddha 或者是 Buddha 都可以，这是指佛陀。佛陀就是觉悟者的意思。萨斯那，萨斯那是教导、教法、教诲。例如，有一首偈叫做《欧瓦达巴里莫卡》，他就讲到了：萨巴巴巴萨阿卡拉南古萨拉萨巴萨巴达萨吉达巴里奥达巴南埃当布塔那萨斯那，不做一切恶，圆满与诸善，净化其自心。是诸佛教导，所以佛陀的教导简称佛教。在经典里面，我们通常看到佛教是用如来的正法律或者世尊的正法律这样的字眼出现的。例如讲到有善男子对于佛陀的教法升起了信心，听闻佛的教法就升起信心，于是他们就从家到非家，以此法力中正信出家，这也就是说他出家成为佛教的僧人。如果我们讲到佛教呢，它就通常可以叫做世尊的正法律，也就是说佛陀的教法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包含了两个大方面，一个是法，一个是律。法叫 Dhamma， 就是佛陀的教导；律叫做 Vinaya， 是佛陀所规定僧人比丘比丘尼应该遵守的生活规范。那法在后世就被结集为经藏和论藏，而律呢就被结集为律藏。法和律的关系是，法是指佛陀教导的法义、法理、义理以及修行的方法；律是指行为规范、规则，也就是出家人的生活规范，讲到哪些应该做的，哪些不应该做的。我们可以说，法跟律就是讲佛陀教法当中的理论指导跟生活的规则，这就构成了佛陀的教法。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文字记载的经典，因为印度人的习惯是强以记忆而不善以书写的，他们认为书写反而容易亵渎了，亵渎了圣典，所以一般他们都是通过师徒口口相传，这样来记忆跟传送经典的。有文字记载的经典大概在佛灭五百年后才出现的，第一次书写把三藏书写成文是在斯里兰卡，那个时候大概是公元前的37年左右，在阿鲁比哈拉那里书写的。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正法律是经过历代的长老们口口相传，再经过结集整理成文字经典的，但这些都是在佛陀入灭之后才进行。例如在1954年到1956年，在缅甸仰光举行的第六次三藏的结集，结集就是大长老们聚集在一起背诵三藏。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经典都是通过结集而来的。那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谈一谈经典的结集。结集巴利叫桑嘎蒂，或者叫做桑嘎亚纳，它的意思就是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背诵经典，称为结集。
首先我们讲第一次结集，第一次结集的时间是在佛陀入班涅槃之后的三个月时间。根据上头部佛教的传统说法，佛陀入灭那一年是在公元前的544年。佛历现在所用的佛历即是佛陀入灭那一年开始推算的。今年是2009年，现在佛历是多少？2521啊，是不是？现在还是2552年。如果到了新年之后，当然了，印度历的新年呢之后呢，开始就是2553年，现在还是属于2552年。在泰国呢，又在依照周年的算法，又现在还是2551年，但在缅甸跟斯里兰卡是用2552年。根据上座部的说法，佛陀入灭那一天是在阳历的五月的月圆日，也就是相当于农历的4月15那一天，也就是现在的 Visakha 节。佛陀入灭两个月之后，即是到了7月月圆日的第二天，僧团就开始进入雨安居。在雨安居的第一个月呢，那个时候僧团就对房子住所跟几行结集的石窟七叶窟进行了修理，准备结集的工作。从雨安居的第二月开始，就在玛嘎达国的首都，就是摩羯陀国的首都王舍城附近的七叶窟里面举行了第一次的盛典结集。当时举行盛典结集的主持人是玛哈嘎萨巴尊者，也是摩诃迦斯尊者。当时一共有500位大阿拉汉参加，这些参加者都已经是断尽烦恼的。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所有这500位长老，他们都亲自听闻过佛陀的教导，都具足了四无碍解智，也就是意无碍解、法无碍解、词无碍解跟辩无碍解。也就是说，他们通达了佛陀的教法，既有很高深的智慧，对佛陀所教导的法，无论是从字、从词、从意义上都精通了解。而且呢，这500位大阿拉汉都是通过精简的，并不是说你只要是出家人你就欢迎你来参加。那个时候并不缺人，如果我们看圣典就知道，当时选是精挑细选的，一定要能够背诵三藏，而且一定要在正量方面也要达到很高，同时还要具足神通，但具足神通也有很多，一定要记住四无碍解。在结集的时候呢，就先由乌巴黎尊者，就是优婆离尊者送出了律藏，然后再由阿难尊者送出了金藏。为什么说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先送出律藏呢？因为在佛陀入灭的时候，当时玛哈嘎萨巴尊者并不在场，他正赶往古西那拉城想去见佛陀，结果在半途当中就听到了佛陀入灭入班涅槃的消息。那些还没有离欲的比丘，他就感到很伤心。其中有一个年老的出家人叫做苏巴德，他听到佛陀入灭的消息就是感到很高兴，他就说，贤友们啊，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悲伤，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那个大沙门了，他常使我们起烦恼啊，允许你们这样，不允许你们这样，现在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玛哈嘎萨巴尊者听了之后，就决定在非法非律还没有达到强大之前，就举行法跟律的结集。到了结集的时候，玛哈嘎萨巴尊者就先征求大家的意见，他说，贤友们，我们现在应先结集什么是法还是律呢？当时参加会议的大长老他们都说，玛哈嘎萨巴尊者，律是佛陀教法的寿命，唯有律住世时，佛陀的教法才能住世。因此大家就推举
持律第一的乌巴利尊者先送出律章，然后再由阿难尊者送出经章。不过在第一次结集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阿难尊者当时说：“尊子们，世尊在临班涅槃前曾经对我说，阿难，假如僧团愿意的话，在我去世之后，可以舍去微细又微细的学处，也就是说，小小皆可舍。”于是那些长老们就问阿难尊者说：“贤友，当时你有没有问世尊说，尊子哪些是微细又微细的境界？”阿难尊者回答说：“尊子，我没有问世尊说，尊子哪些是微细又微细的见。”于是与会者就各抒己见，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些长老说：“除了四种波罗夷之外，其他的都是微细又微细的见。”有一些人又说：“除了四波罗夷跟十三个三伽地塞萨，就是生持中生禅之外，其他都是微细又微细的见。”有的人说：“除了四波罗夷是三种生产跟二不定之外，其他的都是微细而微细的见。”还有些人说包括了舍堕，有些人说包括了波夷提，大家的意见不一样。于是马哈嘎萨巴尊者就在僧团当中就说：“贤友们，请僧众听我说，我们的学处就是戒律啊，跟在家人有关。在家人也知道，这个对你们沙门释迦只是允许的，这个对你们是不允许的。假如我们废除了微细而微细的邪处，他们将会说，沙门果达玛，就是沙门乔达摩为弟子们制定的邪处，好像烟一样，很快就飘完了。当他们导师在世的时候，就学习这些邪处；他们的导师一去世，就不再学习这些邪处了。”当时马哈嘎萨巴尊者就在僧团当中做结摩做干妈，强调说：“阿班亚当那班亚贝迪，班亚当那什么清达迪，亚他班亚迪苏吉卡巴迪苏什么达耶瓦达迪，尚未制定者不应再制，已经制定者不应废除，只按已制定的学处受持遵行。”这是对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和教法的基本原则。其实，这三项基本原则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反复强调的。如果我们看巴利的经藏跟律藏，我们就会发现到佛陀其实也曾经强调。例如，在长部第十六经的《马哈巴利尼巴那经》里面，佛陀就强调了：如果想要让僧团兴旺而不会衰败，其中的第三条就是没有制定的不要再制，已经制定的不要废除，只按已制定的邪处来受持遵行，这样的话僧团将有希望兴旺而不会衰败。在增智部第七集里面，佛陀也同样的强调。同时在律藏里面，佛陀也曾经强调。所以现在有些学者跟有些佛学者认为说这个是迦叶尊者的意见，其实不是，马哈嘎萨巴尊者只是把佛陀的意见在这个时候重新提出来而已。当马哈嘎萨巴尊者重新提出来的时候，就得到了与会的所有的大长老阿拉汉们他们的一致通过。因为所有参加第一次结集的这些比库们都是大长老，都是上座，所以他们的这一项决定就成为铁拉瓦达。铁拉的意思就是上座长老，瓦达是观点、思想、学说、主张。铁拉瓦达就是上座们的观点，上座们的主张，所以简称上座部。那我们也可以说，上座部的长老们，他们坚持这三项原则。佛陀还没有制定的戒律，还没有说过的法，我们不应该添加。佛陀已经制定的戒律，已经说过的法，我们不应当废除，不应当随意的篡改跟删改。
只应当按照佛陀所制定的戒律跟佛陀所教导的法而遵行。那也就是说，在上座部佛教，他们认为只有佛陀才有资格制定戒律，因为佛陀具有一切之智，还有大悲智。唯有同时具足一切之智跟大悲智，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制定戒律。除了佛陀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这样的资格，能够同时具足这两种智慧。所以，作为我们佛弟子，我们就以只有遵循的份。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凡是坚持这三项原则的，就称为上座部。所以，当你们看到南传的比丘长南传的僧人的时候，不会感到，也不要感到奇怪。例如我们穿的衣服跟现在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是不是？我们现在还是穿着，你在你们看来是像是被单一样的啊。当我们拿着钵去托钵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哎，为什么他要抱着安全帽啊，到处跑来跑去？”因为呢，现在上座部佛教，他那僧人他所穿的袈裟，他也按照律藏里面的规定来裁剪、来割截、来染衣，然后还要穿。例如说，当我们入到居民区的时候，必须得要通披；在寺院、在山林或者说抵近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偏袒右肩。这些大家在看经典的时候都应该能够看得到。还有呢，有一些很细微的，例如说，当我们用吃的食物啊，一定要经过授予啊，经过手授啊，不手授的话，宁可我们没有饭吃，我们都要遵守。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规定的啊，我们就要做。我们是佛陀的弟子，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导师，要尊重戒律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当你看到像这部佛教，有些用现在的观点看很不可理喻的事情呢，请不要见怪啊。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按照佛陀如何说，我们如何做。到了佛灭一百年，也就是大概是公元前的444年的时候呢，结果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导致僧团开始有分歧。这件事情最后导致了经典的第二次结集，就是第一次三章的结集。地点在维沙离城，就是肥舍离城。主持人是亚萨尊者，或者亚萨噶安德布达尊者。参加的人有700位阿拉汉。为什么会导致这一次结集呢？因为当时住在维沙离城的瓦基族的比丘，他们向在家人要钱。他们在每个月的斋戒日，用铜钵装了水之后呢，就放在僧团中间，然后开口向前来的在家人要钱。他们说：“朋友们啊，你们给僧众钱吧，僧众们需要资财。”那个时候呢，有一位从西方地区来的阿拉汉，他叫做亚瑟嘎甘达子的。他见到了之后，就对那些居士们说：“朋友们，请不要给僧众们金钱，金钱对沙门释迦子是不允许的。沙门释迦子不能使用金钱，沙门释迦子不能接受金钱，沙门释迦子放弃珠宝黄金，远离金钱。”但是那些居士听了之后，就仍然将钱布施给僧众。当时瓦基族的比库们，他们把所讨来的钱收起之后，就再平分给每一个僧众，只要在那个地方住的人人都有份。但亚萨尊者就不肯接受，当地的本地的那些比库就很气愤，他就指责亚萨尊者说他诽谤有信心的居士，并且使他们失去信心，要叫他向居士们去道歉，还要挤他的罪。于是亚萨尊者就到其他地方邀请了很多的长老上座，一起来到了维沙离城，共同来裁决这件事。据说前来参加裁决的一共有700位比丘。由于人数太多了，双方都各选了4位大长老作为代表，共同来判断瓦基族比库们的行为到底符不符合佛陀的教法。
当时在僧团会议当中一共讨论了十件有关当地那些瓦基比库他们认为是允许的戒律问题，例如说把盐储存在器皿里面，在没有盐的时候可以当食物来吃，又例如说太阳过了正午两指，在两指之间还是可以继续吃饭，可以使用那些没有边沿的坐具尼斯坦，特别是对于第十条，就是可以接受金钱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佛陀入班涅槃才100年，当时还有一位受记足戒已经120年，就是他的戒龄已经是120瓦萨的大长老，是地上僧中的长老，他的名字叫萨巴嘎咪，他还是阿难尊者的弟子，于是就请他作为僧中的长老。结果大长老就通过很严格的审核的方法，就一致认为瓦基族比库所做的十种行为都是邪法邪律，偏离了导师的教导。当参加集会的大长老们平息了这件事之后，就决定再结集法跟律，于是又花了8个月的时间重新结集了三藏。但是呢，本地的那一些瓦基族的比库他就不肯接受上座僧团的如法裁决，他们另外纠集了10000个出家人，说他们既然把我们的这些行为说成是邪法邪律，但是我们人数更多，我们另行做表决。于是他们另立僧团，另外编辑了自己的三藏。从那个时候开始，佛陀的僧团就开始有了部派的分裂。当时由于参加第二次结集的是以长老上座为主，因此称为上座部，而瓦基族方面由于人多势众，所以称为大众部。佛陀的僧团在之前的100年是和的，在教理上都是一味的，但是到了佛灭100年开始就有了分歧。上座部坚持保守佛陀的教法，维持佛陀教导的传统，但是大众部就认为说佛法可以因时因地做一些修改，大家在原则上就有了分歧。上座部坚持说我们应当保守佛陀的教导，不应该随意篡改，但是大众部说佛陀的教导可以因时因地做变通和发展。这种原则性的分歧到了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大家不在一起共住，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井水不犯河水。于是呢，佛陀的僧团在那个时候开始，就佛灭100年开始就有了部派的分歧。那我们再看第三次结集，在佛灭200多年，在印度出现了一位很闻名的大王，叫做阿育王阿修卡。阿修卡就是无忧的意思，没有忧愁的意思。阿修卡王，他统一了印度，当时的版图甚至比现在印度的版图还要大，包括现在的巴基斯坦啊、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方。阿修卡王早年他是一个暴君，到处征战，也杀害了自己的很多兄弟，后来夺得了王位。但是后来他受到了佛教出家人的感化，信了佛教。阿修卡王信佛教之后，投入了很多的财力跟精力来弘扬佛法，成为佛教史上很有名的护法大王。阿修卡王他大力的弘扬佛法，对僧人，佛教的僧人也很恭敬，每天都用大量的食物供养佛教的出家人。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外道就苦以生计，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们剃光了头，穿上了袈裟，冒充佛教的僧人也来接受供养。当这些外道冒充了僧人，冒充了比丘之后，他们并不是想认真的学习佛法，他们却把自己的见解啊、修行方法也混杂到佛陀的教法当中来，用自己的观点跟方式来解释佛法，仍然还是修行外道那一套。由于佛陀的正法受到了搅乱，当时的比丘们就不愿意跟这些假的僧人在一起诵戒，在一起共住。
当阿修罗王知道了之后，就感到很震怒，他就想要整顿，于是就派了一个大臣去整顿僧团。结果这个大臣呢，就误会了阿修罗王的意思。当他去到了寺院之后呢，见到阿修罗老妈之后呢，他就命令那些僧团说：“你们一定要在一起诵戒，你们一定要和和。”结果还是那些大长老们，他们不愿意跟外道那些假僧人一起诵戒。结果那个大臣就很生气，就把大长老逐个逐个抓起来，问他说：“你们要不要和和？”那些大长老坚持就是他就不跟假僧人在一起，结果就把大长老按照僧中的大长老一个一个杀了。后来当阿育王知道了之后，就感到很懊恼，又没办法解决。最后他就从阿后冈嘎山里面就请了当时很有名的一位阿拉汉圣子，叫做摩嘎利布达迪斯大长老来整顿僧团。摩嘎利是他母亲的名字，布达是儿子，迪斯是他本人的名字。印度人很喜欢在称呼的时候把他母亲或父亲的名字都加上去，我们说沙利子，贤赞大师翻译成史利子，又称为什么史利弗、史利弗多罗，弗多罗就是梵语布达，或者巴利叫布达，或者叫布达，他来的。所以当我们称为史利弗的时候，其实是史利的儿子，沙利的儿子。现在这个摩嘎利之子，他名字叫迪斯，也是这样，就是他母亲的名字加上去。在淘汰外道、整顿僧团之后，摩嘎利之子迪斯大长老就在当时的首都叫巴达里城，或者叫做华士城里面举行的第三次结集，以阿育王为外护。这次盛典结集一共有1000位阿拉汉参加，在这次结集当中完整的送出了律藏、经藏和论藏。在第三次结集之后，僧团又做出了决定，派出了9个弘法使团到印度国内外各地去弘扬佛法。其中第8个使团就由索那尊者跟乌达拉尊者带领到达了苏瓦纳普密，就金地这一带。金地就是现在缅甸南部下缅甸的达东到泰国佛统府一带的孟族人所居住的地方。例如现在泰国的机场就叫什么机场？曼谷的机场就叫做苏瓦纳普，就是苏瓦纳普密，就金地机场。那一带都是，而在泰国佛统府呢，佛统府的泰语叫做那空巴坦，那空巴坦就是由巴利语那格拉巴塔玛的泰语的转读。那格拉是城市，巴塔玛是第一或最初，也就是佛统府其实就是最初城或者第一城。这一带自古以来都是孟族人居住的地方，孟族人比缅族人更古老更早。巴利就叫拉玛尼亚，拉玛尼亚族这一带的民族它分布在缅甸的下缅甸，包括巴哥，包括毛拉面，跟包括在泰国的中南部那一带。这一带的佛教很古老，孟族人都相信早在阿修罗王的时代佛教已经传到那里，后来这一地区的佛教又传到了缅甸，成为缅甸佛教的发源地。而第9个使团呢，就由阿拉汉马辛德带领到达了狮子岛，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我们看一看这是在阿育王、阿修罗王时代佛教的传播图。当时的首都是巴达里子城，这个是首都，上面这个是维沙里，是维斯里，下面这个是王舍城，当时的首都就在这个地方。那阿育王当时就派出了9个使团，从北呢一直到叫做尤那，尤那就是
现在相当于在北印度，当时是是希腊人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呢，到了西印度阿巴兰达嘎，又到了南印度的安陀罗，跟马辛森、曼德拉这一带地区。根据阿育王的史歌记载，当时阿修可王甚至派使团到达了波斯乃至欧洲的地中海一带地区，因为是从阿育王的史刻里面可以反映出来。古代的波斯也叫做安息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在古代安息国出了一个王子叫什么来到中国的叫安世高。安世高其实就是现在伊朗人，他是安息国的王子，他到了中国汉地传播佛教，并且翻译了很多经典。那个时候呢，这一带地区都是佛教很兴盛的地方，例如我们说的克什米尔，刚才讲到的现在的克什米尔当时叫加斯密罗，还有钱陀罗也是佛教艺术的发源地，现在是属于哪个国家巴基斯坦。好像阿富汗当时也是说一些不很发达的地区，咱们汉地的佛教就是从这一代传播过去的，但现在这一代都是什么国家？都是伊斯兰教的国家啊。其中由索那尊者和乌达拉尊者带领的第八个使团就到达了这一带地区，这一带地区就是缅甸，后来就佛教又扩大了这整个地区，这个整个地区就叫做素瓦那普密，叫做金地。第九个使团就到达了兰卡岛，斯里兰卡，当时叫做狮子岛，或者叫做楞伽啊。说到的北传的楞伽经呢，其实就是兰卡啊，兰卡的意思。由于第八个使团到达了缅甸跟现在泰国这一带地方，第九个使团到达了斯里兰卡，所以这一带都是在印度中印度的南方，因此称这一带的地区叫这一带地区的佛教叫南传佛教。南传佛教是这么样来的。由于阿育王所护持的佛教属于上座部一系，因此传到缅甸斯里兰卡，并且一直流传在现代的佛教就称为上座部佛教忒拉瓦德。在传统上的上座部佛教国家一共有五个，他们是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跟柬埔寨。当然呢现在呢，在这一带印度的东北部跟孟加拉国的东部靠近缅甸，这一带也是传统上的上座部佛教地区。越南靠近柬埔寨的地方也是上座部佛教的地区，还有中国的西双版纳跟德宏州，这一带在传统上也是流行着上座部佛教，这个就是上座部佛教分布的地区。那我们再来看巴利语的来源，因为我们讲到三藏，上座部佛教的经典语言称为巴利语，但是巴利这个词本来不是语言的意思，它是佛语或者圣典的意思。巴利语是属于古印度中国，也就是中印度一带地区的方言。这里的中国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而是指佛教中国这个地区是称为佛教中国。佛陀在世的时候，摩揭陀陀国的首都在哪里？在王舍城拉加嘎哈。那从王舍城这里往北走就是拿烂陀，拿烂陀就是沙利子尊子出生的地方。后来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大学，很有名的，叫什么大学？拿烂陀大学。我们中国的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当时这一带就是佛教非常兴旺的地方，他就是在拿烂陀大学留学的。要再往拿烂陀大学一往上，到了恒河边，这条是恒河边，这个就是巴达里子城。然后再过呢，就是维沙里皮什城，然后再过这个是古辛那拉，巨斯那罗，
这些佛陀又搬来的地方，然后再过这里呢，就是伦比尼佛陀诞生、菩萨诞生的地方，然后再过一点，这个是嘎比拉瓦顿，嘎利贝拉瓦顿这一带是释迦佛的地方，叫做迦毗罗卫。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萨瓦提城，就是古代翻译成十味城的，就这个地方。那佛陀一生，他主要就是显化在王舍城啊、萨瓦提城这一带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巴拉奈西波罗奈城，还有这个是仙人洞，还有这个是叫哥三毗。哥三毗就是聚上敏城。那佛陀在往西最远的就是到现在大概德里那个地方，就新德里那个地方，因为佛陀讲大念处经，就是在这个甘玛萨达玛，这个地方古代就叫咕噜国，这个是佛陀游发最西的地方，最东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叫阿兰盖。那我们说到的佛教中国，就是从这个地方一直到现在是尼泊尔的南端，然后再到印度新德里这一带地区，是称为佛教中国，是佛陀觉悟的地方，佛的伽耶菩提伽耶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就是印度中国，去过印度朝圣的人都应该很熟悉的。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所说的就是这一带的方言。佛陀是反对讲梵语的，因为在律藏小品的小事里面就记载，当时有两个婆罗门出身的兄弟比丘，他向佛陀建议说，尊者，那些比丘们他们不同名、不同姓、不同出身、不同家庭来出家，他们用各自的语言来污损佛语，尊者请让我们用梵语来统一佛语。梵语是高等种姓所说的话，比较优雅高贵，不像那些低等人所说的话那么粗俗。当时佛陀就呵斥这两个比丘说，就呵斥着他，并且制定了一条邪处，说诸比丘不得用梵语来统一佛语，如果这样做的话犯恶作，诸比丘我允许用自己的方言、自己的语言来学习佛语。从那个时候开始，比丘们就用方言来传诵佛语。佛陀在世的时候所说的方言是哪一种呢？就是这一带的语言，也就是现在所说到的巴利或根本语。我们再来看第一次结集在哪里，王舍城是不是？第二次结集在哪里，在维沙里城还是在这？第三次结集在巴达里子城。那也就是说，在三次结集都是属于古代玛嘎达摩羯陀国的区域。那他们在佛陀所使用的语言跟结集所使用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必定是这一带的方言，是不是？在第三次结集之后，就以这种玛嘎底语为载体的佛教经典就传到了斯里兰卡、缅甸跟泰国。虽然这些地方原先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为了表达对佛陀的尊重、对圣典的尊重，当时的长老们不敢随意改变佛陀的语言，于是就直接用玛嘎底语来传送经典，乃至一直到现在，所有南传的比丘在诵经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用自己的语言，而是用巴利语。但是巴利语是在佛灭一千年之后才使用的，古代一直都叫做玛嘎达巴萨摩羯陀语，或者叫做根本语，也叫做布特瓦扎那，就是佛陀的语言。当然呢，有些长老他也很自豪地说，这个是我们的萨瓦嘎巴萨，就是佛陀弟子的语言。因为语言经常都会改变，后来摩羯陀语就在印度本土消失了。但是这种语言至今仍然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地方被保留跟使用着。虽然现在上座部的比丘平时他们不是讲巴利语，这种语言只是拿来诵经、拿来记载经典，所以称为圣典语或称为佛语。那圣典的巴利叫圣典，就叫做巴利，因此记载圣典的语言叫做巴利语。
巴利语就是这样来的。我们在看佛的弘化，自一代地区都是自一代地区，所以呢，自一代地区的语言就是现在所说的巴利语。当然呢，也有些学者，他们根据一些考古的研究，他们说各自的意见。有人说，现在的巴利语是属于乔萨罗自一代语言；又有的人说，这个属于阿含提自一代的语言。那如果我们再去看看第三次结集之后呢，当时就有九个使团，其中第九个使团马辛达阿拉汉就把三藏就传到了斯里兰卡。马辛达阿拉汉就是生活就出生在阿含提国的乌杰尼，他从小的时候在那里长大，但是他是在摩羯陀国出家受具足戒并且学习三藏的。所以现在的南传佛教所讲的巴利语呢，还是带有一点点阿班提国，就是阿含提国的语言。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语言已经2300多年了，连一些地方的口音有都带有，那我们就可以证明这种语言保留的精密度精确度是多少。连语言的某些地方口音都带上，那对于保持保证法义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现在的巴利语呢，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中印度一带的地方方言。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巴利圣典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圣典，巴利语呢也是佛教当中最古老的语言的圣典的经典语。不过呢，到了佛灭500年到800年，当时婆罗门教就开始复兴，特别是到了俱多王朝，当时的国王信仰了婆罗门教，他们把梵语当成国家统一的规范语言。那个时候佛教既要跟婆罗门教对抗，又受到国家王权的压力，于是印度的僧人们就开始将流传在各地各种语言版本的佛教经典逐渐改写成梵文，也就是用婆罗门的雅语来统一经典。但是呢，在改写的时候他们又不是完全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所以就创造了一种叫做混合梵语，或者说佛教梵语的一种语言。这个是佛教特有的语言，但是它的语法跟一些发音都拥有梵语的特点，所以还是属于梵语。我们佛学院开过梵语哦，如果大家又学过梵文又学过巴利语，就会知道这两种语言很相像，但是他们因毕竟他们都是属于古印度的语言，但是他们还是有区别。巴利语是一种很简单的语言，它是属于民众语，发音也简单，语法也不难，而且变化也很灵活。但是作为梵文来说就不同，它特别讲究发音，讲究音韵，讲究文法跟格律，比巴利要复杂多。当然要读起来说梵语读起来更好听，比巴利也更好听，毕竟巴利叫做俗语，而梵语叫做雅语。那好，我们今天讲先就讲到结集，讲经典的来源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晚上再一起继续学习。我们就从大到小，再从佛教再讲到经典，然后再经典再讲到三藏，再讲到论藏，然后再由论藏再进入主题。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阿毗达摩的。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